给我吧。什么？你的海星。其实吧，还挺伤感。身边的人来来走走，最后还是只有你。那是什么感觉啊？什么什么感觉？你把海星给出去，什么感觉？把你的海星给我，我们以后就是北京，那肯定有很多很多人，有跟你一样的人，有跟我一样的人，你难道就不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，不想看看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吗？小波，你不是要反抗吗？你不是要自由吗？你不是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看太阳吗？我可人不？可可可可还不行吗？你想出去吗？去哪儿？去外面，去大城市上大学。人都是在变的，但你永远是越变越好，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。看，像不像太阳？